喂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不停地给你打电话，直到你手机关机为止。有病吧你！烦死了，这人有病吧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喂，你好，这是张小慧家吗？是的，我是他哥哥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他在网上买的一套护肤品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哎，大哥，我们这次货到付款的，先要付900块钱。要不你给你妹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电话关机了，我看你挺着急的，我先把钱付给你吧。好。那麻烦了，我先走了。朋友们，在扔快递的时候，请一定把自己的隐私模式谨防上当受骗，记住了吗？